朋友们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录制这首神曲呢，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曲，对我来说呢是非常特别，因为是特别呈现给爱我的粉丝们朋友们，谢谢你们在这段日子在 YY 这么支持我。那这首歌是特别为你们唱的，爱是你爱是我，希望你会喜欢，谢谢。